台南市是台湾的文化首都，人文荟萃，我们对这个美术馆寄予厚望。这八年来呢，很多人关心台南市美术馆，这显现台南市市民对美术馆的关心和重视。我们有信心，当一旦那开幕展出之后，不仅仅是可以得到台南市市民的认同，产生他们的光荣感，也可以凝聚全台湾甚至国际社会的焦点。